朝鲜之声广播电台，朝鲜之声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之声广播电台的这次华语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歌》。
接着播放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新政府交电之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亲爱的金正恩同志，下达了帮我进行先行纠结干道导弹设施的命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昨天111年2022年3月23号，签发了关于进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力野心迫使机场先行洲际弹道导弹设施的命令。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亲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亲民指导下，主体111年2022年3月24号，进行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装力量的火星炮车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亲爱的金正恩同志，3月23号签发了关于进行新型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装力量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命令书，于24号亲临试射现场，直接指导了火星炮车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整个过程。金正恩同志深入洞察到我国革命从席卷直下的国际政治形势和朝鲜半岛地区变本加厉的军事紧张局势的根源，以及要同带有合作强威型的美帝国主义者进行长期较量的不可避免性出发的严峻要求，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主体的国防发展战略和增强可持续核战争遏制力方针，而且为此站在前头。
后，就诸葛留有了重大的国防力强化斗争，特别是最大正式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开发工作，几乎每天都进行信息打扰，战术发射，从而完善火星炮射轻型武器系统，使之成为一个主体力量的凝结体，这里更深的创造物，我国战略武力的核心打击手段，可靠的核战争遏制手段。国防科学研究部门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英雄的军事部门工人，用亲爱的金正恩同志独创的这位国防战略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一向受到了他的直接领导。他们发挥创造智慧和不屈的精神力，大力展开研究开发生产斗争，在短暂的时间里制作出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3月24号下午，金正恩同志亲临现场，具体的了解火星炮射轻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备情况后，命令进入发射阵地。他牵扯到了发射阵地，细心的指导发射准备的最后一个的程序，向所有那些为迎来一个向全世界显示我国国防力量的变革性发展面貌的示范性瞬间，来参加试射的国防科学家和导弹兵集体表示敬意。金正恩此后同国防科学研究部门的指导干部一起到达发射综合指挥所，就有火星炮射轻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战斗警报发到了各试验观测技术岗哨和各相关试验研究所。接着，金正恩同志的发射命令传达到了火力部队。紧接着，由承担战略武器试射任务的轰七连队连长放声大喊发射口令。瞬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响，有耀眼的火光把地面烧热起来。同时，有一个满载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可抗力的巨大雄体腾空而起，升上了万物太空。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考虑到周边各国安全，以高角发射方式进行的。火星炮射轻型洲际弹道导弹从平壤国际机场发射后，上升到最大顶点高度6248.5公里，经4052秒，飞行1090公里，准确地着陆到了朝鲜东海空海上的预定水域。通过这次试射，明确证实武器系统的各参数都正确达到设计上要求，可以从科技上实际表现武器系统在战时环绕条件下迅速运用的可靠性。按照国家核力量建设计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力将装备和运用火星炮射轻型超大型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武器系统，是一种完全控制反朝核战争威胁和挑战、攻势式的应对任何军事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的核战争遏制力，将可靠的尽到其使命和任务。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十分自豪地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的战略武器出现，会让全世界再次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战略武力的威力，它将是一个进一步巩固我国战略武力的现代性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保证和信赖的契机。尖端国防科技的集合体轻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成功，是一直依靠朝鲜的力量成长和开拓的我国战略国防工业威力的一大显示。他表示宣言，今天这一奇迹般的又一次胜利，是伟大的朝鲜人民所争取的大有价值的胜利。朝鲜人民在种种艰难困苦中，也为了祖国的安全和者尊万代的人类安宁而同心同德，一向无条件支持和拥护了我们党的各位国防建设路线和核力量建设路线。他说，针对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的种种危机，我们党和政府要从质量和数量上持续增强有威力的核战争遏制力的战略选择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并表示声明，在北翼中无被压倒的军事攻击能力，就是等于具备最为可靠的战争遏制力、国家防卫力。先后也将为继续加强国防力而最优先集中国家的一切力量。这是我们党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主权与和平，为了我们祖国与后代的人类安宁而下定的决心，是我国人民自己做出的主导选择。
他说，不管是谁，若有侵害我们国家安全，就必须叫谁明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国家的防卫力将具备一种不惧任何军事威慑的无比强大的军事技术力量，彻底准备以免帝国主义者的长期较量。他表示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武力已经做好准备，能够彻底阻止和遏制美帝国主义者任何一种危险的军事企图。金正恩同志同那些不幸于向全世界彰显我国战略地位的红旗楼战斗员和主要国防科学工作者一起合影见面。向原始民联和企业的干部和工人行动，超额完成单位上行生产计划后，到接待里连日捐起集体德行。为了最优先保障湖上地区、板德地区等大规模建设工程和各市郡建设工程所需的水泥，向原始民联和企业集中所有物料和工具，去提高现有生产能力。负责生产先行工具的强原石灰石矿山等一些单位，一方面提高开采和采煤设备以及运输工具的实际开动力，另一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平安南道举行了农村住宅建设用气工具展，展会上有各种有助于保障建筑物质量和施工速度的气工具，引起了参加者的关注。还有各种可以提高建设者专业水平的设备和其他项工具将受到了好评。另外，全国青年建筑气工具展在两江道三池院市举行，展会目的是恢复设备和气工具原有技能，提前完成今年项目建设工程。全国各地积极进行春季备耕工作，湖北南道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劳动者正在加紧水稻苗床播种准备，圆满结束了拖拉机维修。浙江道生产2000多万吨农家肥并运到了农田，还推进农业生产用材料和中小型农业准备工作接近收尾阶段。财政资助，全国各地积极保护和利用自然水资源，国家制定有关法规，通过各种有可能对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水灾产生影响的开发和活动，使得地下水确实用于增进人民福利。而且开办温泉要用全国等大有价值的地下水，在当地修建休养院和疗养院，在有名的要用泉水源泉附近建工厂，来保证人民享受其好。江西药用泉水厂等全国各地生产的药用泉水，贡献于增进人民健康。此外，还提高群众的认识，全体人民积极参加地下水保护工作。平壤市的琵琶大街将呈现上一个颇有特色的人民景观。有关部门干部和劳动者正在营造一个有两种树木和花灌木以及各种花卉和地被植物等作为协调交相呼应的景观，使公路周边和各处公园各有特色，还利用不同形式的移动式花台和花盆来把街道装点得更加美丽。他们坚持灌水用和灯光装饰用材料保障的先行，及时采取有关部署喷泉和海平灌水系统的对策。城市管理省、国土环境保护省、大城山指导局和各道送来两种树木，森林器材厂、大盛窑厂等各相关单位也制作和提供很多花盆和移动式花台。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郑明、崔金莲播送的，感谢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女生独唱和伴唱《啊，可亲的慈父》。Yeah.
求，这也是当地政府关心的高度需求，高度需求增加收入可持续解决。这个朋友您注定到的是报道将是今日转瞬间设置设计模式。今天等下说故事节目资讯完了，Thank you.